开心吗？开心吧。嗨。嗯，我叫大头鹰。我叫大卡森。我住准地啦，住哪？住准地。唔在地哪？山库那边。环境就是。山库那边啦。山库那边哈。今天我们做一个千里机，就是美影。慢慢喂，好几个 vlog。然后快想啊，就是普通话，想啊就是说。我刚刚觉得我他妈懒，那就是，那就读书，那就就是这。太难了。你前面是啥？你说。就是想说说三遍。三拜。三拜普通话。想啊就输。输诶，有咩错？不是，不是。不行，刚刚听说第一个，就是陌生，就是陌生，输了没干？第一个陌生，什么车？你在哪里啊？滑啊哈，滑，就是到时阵，我对想到的是叫做滑铁墩蹦独享车。嗯，好，好，就安尼那个，是英文来着？你怎么说下英文？我没听了。我的迪奥啊，迪奥啊，青菜，就安尼说掉了。嗯。哎，继续用听用，继续听。OK， 今仔是国庆，天啊，你看一个天。这个是英文的吗？不会吧，International 啦。阮即阵已经看了，无看到吧？迄个路痴。阮即阵要上车了，我们过来等其他人。是啊。我决定，从今日开始少说话。哈哈。一说，就会尴尬。原本就不是闽南语的部落格，是啥物啊？是除了普通话的部落格。把咱退。我把咱退。啊！我的青春。耶！辛苦就辛苦，我已经自暴自弃，破罐破摔哦。打咯，然后一阵阳光阿水哦，就是无啥物高温的环境。嗯，这是骗人，下摆茫买啥物啉的，茫买啥物氧气罐，根本就。就是在骗人，骗人。现在我一点啊感觉无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旋转跳跃。可能会穿嘛，有淡薄穿的。不过一点啊哩，大家看麦我后边，好壮观啊！你怎么自我感叹？你什么意思啊 ？Amazing！
灯，嘛要讲博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顶。你搁袂晓唱？无答应，有伊好兄弟。转转转，啥物啊？喂。好，即阵是一个 vlog 的 ending 咯。嗯，我即阵一定滴。噶，因为即阵比较冷，所以有点仔尴尬。但是袂要紧，为着阮的闽南语的宣传。太官方了嗯，别老紧啦，比赛结果就是一输了，你来请我吃麦。嗯，你说吧，你的心得吧。就是呢，我感觉呢，就是大家发现，我咧讲话过程当中，会发现亚洲是闽南语佫袂晓讲，但是其实我是会晓，就是我是有咧用用一个语言，我太难了。我有咧用一个语言，因为是咱的母语，对，是吧？但是咱就是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。不好意思，要说闽南，要说普通话，真的表达不好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就忽略了，就是很多词，其实我们还是在用普通话去表达。而且我们两个在交流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就是母语夹带夹杂着普通话。就是虽然闽南话是我们的母语，但是可能是因为从小有意无意的，就是会和同学之间啊、老师啊讲普通话，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的。闽南语就有点四不像那种，就什么都可以加。对，然后我个人因为我是在四川大学读书嘛，然后我来四川这边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四川话真的太普及了，就是像收银阿姨和滴滴司机，肯定第一反应肯定是会跟你说四川话的。然后虽然说四川话跟普通话很像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母语的这种使用呢，是有助于他们，就开始官方四川话的传承了。所以呢，希望呢，我们的母语呢能够传承下去。他好笑，为什么那么变难呢？是啊，这肯定就是最后祝咱的闽南语当永远年轻少年。耶，拜拜。